逃避。哎呀，我操，把人机给我老子补了。还有吗？我啥也没有，等起来，等起来，他们补完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头，你那把没？还没挂到好像。有点饿了，兄弟们。感谢你的邀请。快来快来！头疼，头疼。你多跟我杠子身边跑过去一个。滑板少年。至于吗，兄弟？至于吗，兄弟？你不要介意，我不是。我狗分的很菜，兄弟。加油啊！哎，两台帽子，我打到后台，后面带着人打一枪。打一枪。受不了了，我来了，王子一下，我受不了了，兄弟们，有人吗？我他妈是我这个人，有雷，快跑！没办法，我有队友。砰！挑衅我，兄弟，开什么玩笑？打谁呢？两个，打谁呢？搞得谁不会闪进似的，小闪进玩的。谁中我一发了？出来站出来！哦，二级背心的。走走，往底下，这里有人。我靠！妈，你这个我摔半血，兄弟，我安全感都没了。我靠，我运气没掉，这是运气游戏吗？嗯，我运气游戏。十二点了，清虎凉了，兄弟们，清虎凉。哎，有人。上二楼快，这个是个色盲，三个色盲，快进去。对，他们要来了。用我的身体。我靠，他们不可能打你们。啊？身躯抵住。我一个没打到。喂，有人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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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可以。然后别打，别打，哥哥别打，哥哥别打。哥哥别打，哥哥别打，我别哥哥别打。小学生吗？我操！小学生你是？你多大了？走开，这是我的妹妹。你多大了？走开。我十九了，真的假的？你们走开！哎、这是我的妹妹。别打，别打！走开！魏无羡，你干什么？自雷了，带着他一起死！啊！别别别别！魏无羡，你打别人干嘛？打别人干嘛？你打别人干嘛？要死了！要死了！你要不打死了！不可以欺负我的妹妹，你走开！你别锤他呀！你敢别人锤别人干嘛？你锤他干嘛？你这人很讨厌啊！你这人，你这人很讨厌啊！他锤我！你给我走开！妹妹是你。你别拍啊！你敢？你给我走开！走开！挡住！妹妹，我怕怕我，怕怕我。你也走开！怕怕我。我跟你一起保护他。不需要，我一个人保护。走开！我操！你们都给我走开！妹妹怕怕我。我怕你妹，你跟那个傻子一样，走开！妹妹怕怕我，妹妹怕怕我。哇，这个硕子在旁边看着。哎，谁炸的？妹妹快打药。我一定要用我的身体守护你，你走开，你别炸、啊！
你别炸呀你！哈哈哈哈哈！我操！我操！快跑！有雷公吗？快跑！有雷公吗？别跑！你别开他走，你就我们保护你，我们保护你，你别开他走。我很猛的，我们很猛的。我可以走了吗？不能走，不准走。你看我，你看我的身法，你走了我就打死你。牛不牛逼？我的身法牛不牛逼？我的身法牛不牛逼？来，说话给他表演一波，来你的身法。太厉害了吧！太厉害了吧！来，表演一波身法。我要20%的电，我要关机了。啊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关机了。你是什么？老板的。老子不信，我要干他。我操！我他妈车快炸了。我操！进了还有一个，牛逼！兄弟，我帮你打的时候弹了一个100%，要死一掉。是哦，这不关我的事，这一个你们两个都打不他，打不过。三个吗？你确定吗？那我把开90帧了。左边有人吗？你帮我报点啊，我没有脚步。进点一个，外面两个，外面在那个个性楼和反驳。谢谢。来了，左边。谢谢黄总的多少个小时的？150个小时的。还有这边。老板。你说好。走了。谢谢老板。一箱子。还有。在哪儿？帮我报点。看到了。啊这今天是吧，然后一顿锤一顿锤，我的哥妹妹感谢小波鱼塘送的，不行啊，妹妹要吃掉我操硕你是我的好大哥，好强啊你，这把我靠什么九个小，啊哈哈哈哈！操，你让我出去啊！哎，怎么把他烫死了？啊？怎么把他烫死了？怎么呀？怎么给他烫死了？啊，妹妹，我不是想烫你，我想我们自火了。